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叶宽宽，小叶的 Oshino Inko 的。今天去玩这张 DLC 地图哦。上一集呢，我们已经开发完那个油井模组了嘛？那我想说这一集会用来盖那个辐射的部分哦。那后来我想了一下，其实我们这边呢有一个很好的那个辐射源哦，所以我是打算把那个研究台的部分搬过来这里好了。我要搬的话，其实会搬蛮多东西的，这不是短时间能解决的了。那为什么会搬过来这里呢？主要是因为我们辐射粒子那边有一个东西可以用，这里有一个储存器，那这个储存器可以放1000那个辐射粒子。那像这边有一个很好的辐射源，就非常适合发射过来这里储存，我是打算把它储在这边，然后再盖个研究台在这里，等小安在这边研究辐射相关的，至少这边那个量会多一点啊，这边收集的速度会快一点。当然你也可以用那个冰树去收集了，那冰树的话就300多，因为你不能放这个嘛，最高是400没错，可是你只能放旁边这边300，那2颗冰树的话也就600而已。也是远远不及这个1800、1900、2000呢、而且这边还有原油开发嘛，原油开发我们可以直接在这边做石油，再做那个发电机。像我现在还没有那个太阳能的时候啊，所发电的2000瓦其实很够用哦，2000瓦可以用在那个辐射粒子的收集器上面，因为这个一用的是480瓦了，而且那个储存器啊。储存器好像也是120瓦吧，就一个冰箱的电力，所以这边要有一个稳定的电力供应啊，所以我就打算放这边哦，用那个石油这样子。不过这个是未来的规划，我们今天呢要先来解锁到前面的这个放射性污染物的那个储存器，就是辐射粒子储存器要。先研究这个，那研究这个呢，它也是要用这个辐射粒子去研究的。那刚好我们在盖这台东西之前，有一个这个叫做人力辐射粒子发生器啊，那它可以用那个铀矿去产生辐射粒子。那铀矿我们之前有找到嘛，在这里，所以我们这一集呢，就是要来玩玩看这一台东西啊，因为我测试版的时候也没有用过这台东西，不知道它好不好用，就来玩玩看吧。那我们就先让建筑工回来。这边的话，大致上就差一些电线没有完成了，只要留一个人手就好了。我们就让建筑工回去，然后你就留在这边把东西盖完吧。这我看一下，也可以开始放一些东西送回家了。上一集我有把那个散炎藤送回去了，散炎藤的话可以用来烧取那个氯气，这边。这边种一棵就可以烧掉这里的氯气了。我们在这边盖一个种子箱，挂一条在这边就好了。然后那个这里还有什么东西要送回去啊？可能送那些食物、甜菜吧。甜菜的话是要用冰箱啦，冰箱可能拆掉这个，到时候盖个冰箱在这边可以吗？可以可以接触得到。然后我这个也把全部勾起来哦，因为反正只有送过来这个平台。这两个箱子的东西才会被手臂送进去，所以全部勾起来就可以了。然后就是等他送一些东西回去啊，可能那个金属矿石啊、钴矿那些也可以送回家。然后先这样子吧，有空再过来送。那我们就先来完成这边的任务。那这里铀矿的话，这边下去是不太好了。那只能选择从这里了，我们就从这边挖过去。这边就是让它先从上面挖掉，刚好这里四个，挖完这四个再挖这三个，因为如果从底下挖的话，上面这些可能会挖不到，只有搭梯子比较麻烦，所以先挖上面这里。优先盖这里的，因为家里面有电线任务，等其他人去做就好了。那辐射粒子的部分，它会撞到小人啊，我们要稍微设计一下那个站台的位置，不要让它撞到小人。看看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那这一格就是禁区，这一格是不能站的。小人站在这一格的话，
就会被辐射力射到，好像也没有办法做门禁的这里，因为这边都是机器了。哇，那这样子只能说不要让小人停留在这里了，不然就是隔开一格，隔开一格，这样子门禁就会变更大了，就会变成这几格都不能通过，不行，所以他就只能贴着，好吧，这边就只能贴着，就不能让小人停留在这两格。哎，电力不够，这边没有人送煤炭。来看看啊，因为没有，也不能说没有供应啊，可是因为他在研究，那、啊、你应该要去做煤炭供应啊！我突然想起来，冰箱也是供应我想起来这个超奇葩的设定了，冰箱是属于供应任务。所以这里我们要把冰箱的优先调低一点，先给我送煤炭。冰箱为什么会是供应任务啊？它明明就属于储存。这个我记得在以前正式版吗？还是我也忘记了，那时候就有说过了。从很久很久以前就是一个奇怪的设定。哎 这边铀矿挖完了，超快的。来来来，这样子挖了有多少啊？先不管它了，我们这边盖一下。我们等这个盖完之后，知道有多少铀矿了，然后把它送过来这里吧。然后我看一下这边的，好，一些电线没盖，不过应该它会在忙其他事情了。哦，植物收获的部分，感觉它建造会拉到很后面呢，这边还要储存冰箱，储存冰箱。对，你看，任务类型是供应，它叫储存，然后属于供应。天哪，官方，不知道他是有意还是怎样。优 先级这边的储存，它也是说储存材料啦，食物不算是材料吗？生鲜食材也是材料啊，不是吗？反正就是这样子奇怪的设定，这样子会害那个冰箱的优先抢到其他的供应，蛮不好的设定。说为什么以前不用冰箱，还有一个这样子的原因了。不过现在没办法，现在已经没有那个简单的食物保鲜了，所以就只好先用冰箱。哎，这里有在盖了，然后我们那个赛恩藤也可以种下去。这里，那只要到达这一层的那个氯气啊，都会被它吃掉。不过二氧化碳我们也蛮多的咯，二氧化碳的部分也该要来做一些处理，差不多了，先不要吧。我们今天还可以再撑个几啊？我们今天先搞好这里，来看一下，铀矿是属于金属矿石。来，然后它还可以用铀矿产生粒子加贫铀，一次会产生五点呢、啊。我有800多千克，所以400多点吗？4000多点的话，啊，应该不止哦。有挖完了吗？我、哦、这边还有一些没挖完呢、啊。850再加这里300减半哦，1000，所以我们总共可以做1000次，每次会有5000点，然后每10点可以研究一个点数，所以我们只能研究500个点数。这边那还行啦，500点可以研究蛮多东西的了，因为像这边一点一个才20点而已啊，这边也20点而已啊。这问题就是它的速度了，对，它的效率怎样？这个等一下看看。啊，这边还在缺什么啊？这应该是就是在盖电线啊，应该在盖那个电线，可还要再等它一下。我这个先挖掉吧，等那个铀矿可以送回来啊。之后等这边
能传送回来之后就可以盖那个了，手臂在这边等他送这个鼬进去，然后这边也是，到时候就不会突然间没电了，只有手臂送那个煤炭方便一点了。然后我们研究员也要点那个技能，看一下应用科学这个，对，这个是天文的，在这边点了这个他才能操作这台机器。 OK， 那我们先让他跑，先跑上面这两条啊，跑好上面那两条，到时候就研究这个就好了。那这里趁他盖电线的时候啊，我们就来分配一下这个手臂的部分，因为到时候他回来就可以盖了。那这边盖一个用来送那个铀矿就好了嘛。然后这里一个煤炭发电，这边我是打算给他送那个泥土。OK， 那是可以哦。这边有一个空的，好，然后这两个箱子是用来放泥土就好了。哎，这电线为什么会盖这么慢呢？是没有铅的吗？铅应该还有的，可不知道为什么太远还是怎样，有他有去捡，应该是太远了。果然还是需要有一个帮忙做供应的，这样子他建筑效率才会比较快，所以要等那个小人回来了。好，你在干嘛？哦，这边还没好，还要再一天，好吧？就这里，天然气的部分有越来越多，主要是因为这边耗电的地方也没太多了，这条电路对也没耗太多的电力，所以到时候也不一定说要做石油发电，搞不好那个天然气发电也行。然后这个到时候盖那个辐射的时候再算吧。好，这里电线好了吗？ OK， 电线都盖完了，那这样子我就分配那个操作给他。好，盖完你的东西就可以去操作了。来，这个是属于操作的，我们就给他跑。再放个灯在这里好了，加一下那个速度啊。这边又要盖电线了啊，这边也给他点了一下这个操作。那他还差两点就能盖手臂了，等一下让他做的时候会加一下速度了。然后你呢？哦，他也操作是点满的，到时候他回来给他做也行。90%，来去做吧。他应该没其他事要盖了吧？还有东西要盖吗？我这边还有一个，好，空闲的。不过他被抢到工作了。看一下，你不能站在这里。等一下，刚已经发了一次 4.9 哦，现在是每经过一格会减 0.1 的辐射粒子。哇，那这样子又更少了耶，而且速度好像没有很好耶，而且它还会踩在这个，有点麻烦啊。我看看有没有方法可解决这个问题啊，不能让它停留在这里好像没什么办法耶。我一想到的就是让这里淹两个水，做个水门，这样子它会在这边没办法呼吸，就不会停留在这两个。可是这样子也很麻烦。那还有一个方法啊，就是给他们做事。现在他会在这边停留，就是因为他闲置。那这样子就真的不能让他来工作呢。对啊，要其他小人去做。因为他建筑工啊，他能做的事情就他就能做建筑而已。好啦好啦，你不要停在那边，给我去盖东西。而且他工作效率好快哦，这里一阵子就挖完了。可是这边呢，这感觉要超久的耶。哇，这样子才拿到一点点辐射粒子，就先停用吧，不然他一点点就过来研究了。看看，这样子刚跑了才一点，20点要跑到什么时候？我要让这个小人停留在这边工作。啊，不对啦，不要他啦，这也可以回来了。你去，
他在哪里？他在休息吗？哦，他在，应该在送东西，没关系，这个不急啊，回去吧。然后我看看哦，这个是属于操作任务嘛？那我们就家里面操作应该就只有这一份了，他去做，啊，其他人都不要去做，应该没其他操作目前。啊，不过等一下，你先帮我把手臂盖好，好，大家都先不要做，先把手臂盖好，然后等一下我们那个小人呐，也可以再要一位了。因为我之前有说过嘛，如果这边做那个石油生产的话，就要留一个小人在这边。对，所以到时候就是叫一个小人，好一点的留在这里吧。这个不用急着拿，这个、不用急着拿，但是刷到好为止。哦，对，就是到时候每次来都会留意一下，不过一来就是来两个了啦，对称一下，加到六位吧，或是。等也是要等到有好的了，嗯，手臂应该都好了，OK。那这个电线，这电线不是有接了吗？哦，还没盖。然后我们就给他去做吧，操作操作，来，他应该会去了。你把这优先调高一点，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工作会撞到？没有，他要停留在这里哦。哦，为什么啊？所以这个不能关哦，关的话他会直接穿过哎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要射到他了。好好好好，哇，这个不能关。可这样子，研究员一点点就跑过来研究了，是也没差啦，是也没差啦。刚为什么没有发射？啊，有了。你怎么又闲置了？惨了！他们嫌这回很爱站在这一狗哎，为什么那么多个你不站？主要是因为送这个东西进来，他们会抢到这个手臂送过来的工作，而且因为这台东西优先度很高，来，应该走这个操作，对，他也不会离开。OK，啊，希望他们不要过来送这个。他们在抢手臂工作啦。如果空闲的话，真的要给他们做啊。我们可以这里啦，这里这里这里，我们先做这里的。这里水快用完了，我们就让他挖过去，挖过去盖个帮浦吧。好，这样吧。然后，好，先挖太多这里。来个，有没有好的小人啊？好像没有，可以了，衣服。哦，穿件衣服吧，想盖个动力服给他哎。那这边没有没有，不是动力服，那个氧气面罩、氧气管的话，我们就直接拉这里，先暂时用啊。目的就是让他们有工作，不要打扰我这里的小人。而且这个速度真是很慢呢。我们现在七点了，有七点了。不过其实这里挖开生水晶也没差，因为这个温差没有太大。然后这块啊，有产热的地方就只有这个喷口。不过因为喷口目前这边已经快要塞住了，等这里塞住的时候，温度也不会再提升了。现在也只有六十几而已啦，还可以接受。到时候这边隔热砖隔一隔就好。对啊，隔热砖隔一隔，我们可以盖隔热砖啊。来来来来来，你们不要给我闲置，
都给我做事。这样其实看起来那个冷力辐射生产啊，真的效果不是很好，效率太慢了。欸，你在干嘛？你为什么不好好的去操作？为什么去做其他事情？你不是操作最优先吗？别跟我说这个是操作啊！哦，刚刚应该是洗澡时间哦，这洗澡也可以盖了，之前都一直忘记。那休息时间我们也给他多一个啦，多一个睡眠时间可以压榨，他不用睡那么久，到时候那个舒适床其实一格就够了。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舒适床，就给他两个吧。有了，这边有开始挖咯。哇，这边是1000哦。嗯，这个先留着，我们这边挖开。然后我看看，这边改一个砖块，到时候可以用来管线穿过它，这样子。那个电线也是一样。所以到时候用完这边就用这里的，用完这里的再想开发这边的事。好，60几点哦，哦，差不多了耶。你是被射到一发是不是？你为什么要抢他的工作啊？这边做完了，你们真的很闲耶。两个的睡眠时间啊，你怎么又受伤了？来看看。哦，是可以的，两个的睡眠时间他们是能休息到 100%。 不过有一个前提啦，就是他们都在家里面工作，因为你晚到后面一点啊，他们会挖出去太空啊，去的路径比较远，那他回来的时间会久一点的话呢，你两个睡眠时间可能会不够，所以他会赖床睡到饱为止。不过也没关系，也没关系，那就是远一点的人他们睡久一点而已。可是在家里面的人啊，他们依然都是睡两格就可以起来了，那你就可以省了一格的休息时间，他还是会比较好一点的，这样子的设定。那到后面舒适床的时候啊，他休息那个恢复速度会更快。舒适床我记得是一格半，一格多一点点他们就会完全休息好了。对，你们是可以考虑从这方面去压榨他们的工作时间啊。不过也像我现在这个休息时间还可以再扣一个，因为刚好看到有人洗澡，那个洗澡就证明他真的是很闲才会去在休息的时候洗澡。所以这边是可以再压榨，不过通常是会留三个啦，就会给那些可能很远的人回来，让他们有多一个的时间可以吃饭这样子。有了，完成。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新的东西啊去收集那个辐射粒子，它里面总共可以放1000发的辐射粒子，可是它只能往上发射。对，这边只能往上发射，所以那个研究台要么就是用转向，用这个转向把它转到这里，要么就是放在它正上方。不过这个东西我前面有说要打算放在这里，所以这个就留到下一集的时候再过来搞啊。哇，这边水管也破管了，到时候也要换那个隔热管线。嗯，那我们这一集的话看看就剩这里啦，这里工作完成啦，我们就拉个电线。哦，这边拉电线很丑啊，不过没关系啊，因为它也不会很常用啊，到时候水用完这个拆了。然后管线的话我们就直接拉过来，那保障一点我们用桥接管这样子接了啊。对，一定要桥接管，不能直接接，因为你直接接的话这个泵不会抽不到。可是如果我们用桥接管的话，它会侦测到这边水管这边有在移动液体，所以这里的水不会传过来，所以要直到这个泵抽完才会用底下这个的。嗯，所以也不用说要另外做一条水管，不用，反正就是这边抽完它就会用，它开始用这个，然后你再把这个水泵拆掉就可以了。那就基本上我们这一集就先玩到这边吧。
喜欢影片请帮忙按个赞，有想看我制作的更多二次性内容可以每天都记得订阅，我是小叶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